哇，的确干得到。拉纤。那连工具都下去拉吗？那你要脱光光这样子拉哦。拉完记得要煮火锅啊，麻辣锅啊。这里是 river， 不是 ocean。对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刚刚就从这之后停的那。你要滑久了后才能知道那个滑这个省力的方法。哎，你现在一个月可以调一天出来吧？啊？一个月调个一天出来滑一滑，很多天。哦，那夏天你就可以到基隆屿。我还觉得游泳比较好。我们要挑战基隆屿，哎，你要加油啊！基隆屿你们还没去过。
原来我们是海豹突击队。我们现在深入敌营。跟我们在这里吗？哎，我们现在顺流呢，我们不用滑，它顺流哎。真的啊，我们这地势比较高一点，它往下面跑了。
restroom. Oh, 我屁股湿湿的。这里有，哦，快拆啊！